好，大家午安，我是 Masashiro。那这次进行的录制游戏叫做《Death Pixel》，翻译的意思是叫死亡像素吧。这游戏蛮好玩的，它是用八位元的游戏组成，就是类似创世神这样，不过它是 2D 的那种横向射击游戏啊。哎呦，是什么？然后就是算是打僵尸的游戏吧。然后我就先玩看看啦，Death Pixel 是这样发音吧？然后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点整，那我就先开始录制这个游戏啊，这游戏看起来不错玩。那这边有 Dead Pixels 的 Solution 的团队吧，Last Stage 最后一站什么之类的吧。好吧，不管了，我就先玩主要剧情好了。那这边有写 Dead Pixels 8BT 的 Zombie Thing，好啊，这边的僵尸看起来都很可爱。这边有 Single Player Rocket Couple，这是团队吧？这是连线吧？那是单机的，好吧，单机 Easy No，好，What is？当然是 Easy 啊 Just，7月15号，1983年。一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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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什么什么都不懂，看不懂。3天之后的 recording 看不懂，反正就知道这是化学药物啊，然后就让僵尸全部复活了，让我们的尸体全部复活变成僵尸了，应该都是这样子啊，大部分游戏都这样子啊。哦，我们是最帅气的主角，然后你会发现这个画面会有那种闪闪的那种，那个是它游戏的效果哦。好像会有点伤眼睛啊，那是有会效果，它是游戏更类似，它的效果做的还不错，不过它就是用这种八位元的那种像素做成的特色游戏啦，还不错啊，这样比较不会占 CPU 吧，这样录起来比较不会那么顿啊，这游戏会不会有暴君啊，还是威士卡等等的、啊？还是会有苦力怕，苦力怕出现。10个星 away from the cellular I can see zombie kill there. 何？哦，move to use WADS key for so. 哦，我会走路了。哦，这边有什么尸体？Do finally movie do turn to the left 哦，行嘞，哦，行嘞，要开两枪啊，散弹枪不是要开很多发，开一枪就可以爆头啊？有没有别的用件？这什么？Turn finally 能 ammo 子弹，shotgun 这什么？什么对面？什么的？什么看不懂？I，这是手榴弹，这是什么？哪里口的？这是药草吧？什么药草之类的？给补十滴血之类的？好吧。Weapon shotgun，yeah。攻击25，然后什么看不懂？哇，看不懂，这什么？电龙，电龙，电龙，这是什么？这还有分等级的，这什么游戏啊？到底？好吧，还有什么其他用其他按键？F 不能开手电筒吗？空白，空白可以用枪托敲人诶。好，我们来省子弹弹吧。哪里？Move to 什么？我都看不懂。这是空白键。哦，僵尸，僵尸。惊叹号，僵尸也会有惊叹号，敲敲你，敲你，敲你，哦，哪里？To go into your inventory use table or I so god and then 我该拿到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All right，the current marker weapon use 的生命，它走好慢哦。
哎，念的比较慢。S Q and E，哪里？E，哦，干嘛？哦，这是切换武器吧？F，use your curiosity to use the 哦，哪里？哦，这是换武器啊。可是我只有这把武器啊，是有屁用啊！O F，跳21滴血，跳21滴血，跳24滴血，我飘啊，大哥！To go in your instruction and table and marker，看不懂。To go in your bearing，哎，哦，这边有东西，这是 fill 什么 marker，看不懂。嗯，空白哦，哪里口嘞？Both of 12个子弹是什么子弹？哪里？哦，下杆的子弹，take it，哦耶！哪里口嘞？嗯，哦，这还有闪电系统，升级，什么都不能升级，是有屁用啊！警告，这是闲散弹吧？I'm looking for a button，什么看不懂？I will be one to buy，什么？看不懂了。什么呀？什么东西？哎，哦，这可以存档。我把存档存在这里。耶、yeah。好吧，我们看有什么可以买。Weapon，the bursting 是榴弹枪吗？还是什么？看不懂。The bursting manu 什么东西？这是什么？看不懂。Redefining angle 是沙漠之鹰的意思吗？Angle，这是沙漠之鹰。然后这把嘞，Canvas handgun 是这个是小手枪之类的吧？哦，攻击有42，哇、哦，好强哦！没有钱啊，大哥。我们只有68块，而且他也不让我买啊。哦，是我们钱不够，好吧？这是 Including。什么看不懂 就是炸弹之类的吧，抛弃式炸弹。Animal，I can buy it. All right，哪里口嘞？这什么？Toy，buy。You know for the kids，怎么娃娃？怎么玩具之类的吧？好吧，不管它。嗯，sale。卖我们的枪，我们就没有武器可以用了。Handgun 这是手榴弹吧？这是 smoking 这是药草。嗯，猫没东西。然后它这边的背景音乐蛮好笑的，这个音乐有没有很熟悉啊？噔噔，这好像是谁啊？贝多芬还是谁的音乐啊？哦，感觉好像就不搭这游戏啊。这游戏应该很血腥暴力才对的啊。哦，三只僵尸。这时候散弹枪哦，散弹枪派上用场了，哦，超爽的，耶，哪里口嘞？二，这边怎么写个二？哎，有僵尸，想多烤你，烤，打你，烤，烤，戳你，刺枪术预备，刺，哪里口嘞？哎，又是闪电，怎么那么多闪电啊？你们是要开几家啊？开那么多闪电干嘛？是有屁用！都没人帮你，都没有人跟你们买东西了，你们还没开闪电？哎，Lantern 是手电筒吗？是吗？管他的，嗯，升级箱都不能升级啊，屁用！我嗯，I look for the bee waiting to pan，看不懂，好吧，存档。免费存档，呵呵。对耶，怎么又是闪电啊？怎么那么多闪电啊？你们是怎样在抢生意哦？呵呵，莫名其妙。管你们了，浪费我的时间，气死。嗯，哦，哇，I can fire you，行嘞，行嘞，biang，呵呵，好好，哈哈哈哈哈哈，神经病，哈哈。Animal having money
Loan 是什么？这个是什么意思？看不懂。Situation leave, somebody killed. 谈，这是剩余的时间吗？还是只是游戏时间而已？好吧，这还有什么要素之类的吗？应该没了吧。好吧，就这样。Two, woo, 死ね，死ね，死ね。一只僵尸大约有60滴血左右吧，还是70滴血？哎，这进不去了。好吧，这里。哦，纳尼？Water, take all, take. 哎，take. 纳尼口语？这是散弹枪子弹，Yeah, I get it. 是要拿什么？这是水，这可以使用吗？哎，这只是一般的物品而已。好吧，Go go go. 这边，哪里口人？这是 Cubitone，哎，玩具，这个呢？什么的子弹吗？还是什么？Canvas gun，take，哎，这是武器吧？哎，可以使用哎。娘娘，哦，有，可是我零发子弹啊，是有屁用啊，没用啊，大哥。没用啊，我需要子弹啊，大哥！哎，这收起来了，好吧。错，冲手道，空手道，我用手打你，好惨啊，这游戏，莫名其妙，还是拿什么散弹枪？Shotgun，yeah，室内，冲你，哈哈哈哈，莫名其妙，这是散弹枪子弹，这是又是水，一堆水，全部拿走，Yeah，Go Go Go。对不对？哪里口的？又是玩具，全部拿走。呵呵。Hello。戳打，真子弹。我被咬了。我扣了5滴血，5滴血而已啊。5滴血是怎样？但是不会只有这样而已吧？应该后面会更强吧？嗯。就有人去问，好吧？哦，三只僵尸，5只僵尸，5支烟，行呢，行呢，行呢，哦，这游戏好好玩啊！这什么？又是玩具，好，全部拿走。安安，行呢，戳你，戳，打你。哦，我是被咬了，没有，吓到我。戳！哦，我的钱要消失啊！我的钱消失了！妈，为什么打死僵尸之后他身上会喷出血？莫名其妙，游戏设定都这样吧？哦，什么什么？刚刚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飘出来？哪里？刚刚什么东西飘出来？刚刚那是什么？我提升了什么东西吗？怎么都没有啊？还是枪支有能力上限呢？有吗？penetration 什么意思？搞不懂。penetration 这是熟练度的吗？还是它是会上升它的能力值？啊，算了，不管了啦。这边有个房间，Let's go，哪里？这是 10发的5.5子弹，5.5的，所以有10发，大哥你好，这样，威力好强哦，还是小枪比较强，Yeah，shotgun，Hello，戳你，戳，5滴血是有屁用哦，你要戳到民国几年呢、啊？僵尸都死光，你还没抽死他，莫名其妙。Andy 的房间，哪里口嘞？就玩具啊，都是玩具，玩具是有屁用哦。嗨 你好，biang，呵呵。哪里？这是5.5子弹，OK。哦，I got，yeah 我要把游戏声音调大声音好了，就。还是说它可以调整啊？看一下，music on，
伤心暗暗暗暗暗杀回，哪灵魂？暗暗暗，你不能调整音乐大小，好吧？继续游戏，等下暂停一下。现在时间是12:15，声音真的好小声，我就把声音开大声一点好了。Yes， 哦 ，Let's go，Andy， 哎，下一关吗？九条街的微风，哦，这有总共有十条街的意思吗？然后现在时间是，它这时间会一直继续跑，好吧？这边是哪里？这应该没有魔王之类的东西吧？这种像素的东西，什么？药草？耶，还可以的，我有三个药草，呵呵。啊，你好，两发打死一只僵尸超划算的，呵呵。这应该没有隐藏要素之类的吧？哎，这什么？有个绿色。哎，你好，买东西，武器。这是什么 ？Recordable？ 哪里？这什么？看不懂。这把我有了。好吧，所以它有分颜色，是分怎么分呢？没差吗？这是看不懂，还是看不懂啊？看不懂就算了，是什么？不管它，应该用不到吧？那个嘞？这是这是我的装备吧？是啊，不是 ？Breaking the killer， 中药草、小药草，这看不懂。Animal。我爸不管你，这什么 ？Safe， 耶、卖东西，不要卖好了。搞什么东西？呵呵，行嘞哦，但是不会掉子弹哦，RIP， 谁的坟墓啊？你妈的，哪一回？这把是，还好我刚没有买这一把。这是什么 ？Water， 这个嘞 ？Shotgun， Shotgun 我不是有了吗？所以我有两把 Shotgun， 我有两把 Shotgun 了，骗你只拿两把吗？然后这把，等下，这把是散弹，这把还是散弹？我远距离啊，大哥，这把是什么？这把是什么？我有两把散弹。这是另一种散弹枪。好吧，我们用新的散弹枪打你。砰！被吸啊，被吸啊。F， 有，这什么？加十的 animal。所以刚刚那只算是比较特殊的僵尸吗？会吐盐酸啊。所以我有两把散弹吗？那这把是什么？没有，这把就是那一把。啊，这是我们的原本的小枪。所以它的子弹是用什么子弹？看不懂。Ammo 89，89。所以它是用一般的子弹。哎呦，然后天色变黑了。僵尸眼睛发光了，僵尸会越来越强的意思吗？行嘞，僵尸好像变强了。我需要买子弹，算了，不要好了。我们存钱买武器。感觉会发生不好的事情了。快躲进小屋里面。这是什么？沙漠之鹰。有，这个嘞，又是水，一堆水。那个什么？这把不是刚刚就拿到了吗？你现在要给我这一把，莫名其妙。这是沙漠之鹰，两把沙漠之鹰哦，是哪一招？没有啊。到底是怎样？但你都给我重复的武器啊，这边让我。这是一开始的散弹吗？这是沙漠之鹰，这是二阶的散弹。
这是小手枪，这是散弹。好吧，我们拿散弹，恰恰恰，砰！呵呵，哦，我们剩十八个，有大哥，大哥级的，会吐痰的，吐痰僵尸。我们换我们的沙漠之鹰，砰！哦，超强的，可是这有38滴血，是哪一招？好吧，沙漠之鹰留着用。哎，5.5 的，他们是共用的。好吧。5.5 的子弹他们是共用的啊，那我子弹快没了，大哥。哦，躲屋子，躲屋子，这是什么？这是走了弹吗？这是什么？哪里口的 ？A can possim 下面要刻 can 负，不管了。哦，我超载了哦。我带的是东西哦，OK， 我需要闪电之类的东西。哇，这还有负重啊，好麻烦哦。哦，到最后会完全不能走路啊！这是什么？又是这一把，每次都给我这一把。这个水，又是水。哦，我走路超慢的，我走的比僵尸还慢呢、啊。我需要闪电啊，大哥。嗨，你好，打你，你被卡住了，我来拯救你，拯救你脱离苦海。哎，没有子弹了，戳你，戳你，戳你。哦，惨了，我没子弹了。那你，砰！哦，这把沙漠之鹰会穿透。砰，砰，呵呵呵呵，好棒，我走得好慢，我需要闪电，有没有闪电？我不要这些啊，大哥，我需要闪电。那个，我们这一是哦，这个，哪里？送你一颗，哦，哈哈哈哈，哇，好强啊！这个有点浪费啊，大哥。马尔塔，哎呦，哎锁起来的，不是闪电，哦 no， 哎你的闪电，刚刚前面不是一堆闪电，现在一间闪电都没有，莫名其妙 ，lighter。哦，走超慢的，哦，越走越慢了。我要闪电，大哥，加那个、哦，好啦，我们删一些东西好了。嗯，这把再中吧，这在中什么东西啊？去掉一把，有没有？这个这把好像比较贵，这把可以卖多少？100块，这把50块。哦，这把比较贵。那我们卖一个比较便宜的，不行啊！哦，我陷入苦境的，这些杂货嘞，这什么东西啊？这个也在中，删掉一些。哦，卖太多了，水，我不需要水。哦，卖太多了，这什么玩具？不需要玩具。我全部删掉了，我惨了，删过头了。这是什么？哦，这个要留着。Animal， 怎么办？我们的负重。嗯，好吧，丢一把这个。负重是10。丢。哦，有了有了。耶、yeah ，我们跑超快。哦，几位瓦隆，走开。哦，有闪电啊！现在才有闪电，大哥，我都把东西卖完了，你现在才出现，莫名其妙啊、哦！什么了？看不懂。我先成长再说。好，卖东西，先卖一把散弹。Sale， 哦，有钱了，有钱了，再卖一把。Sale， 好，现在呢，散弹。他们都是用同样的子弹哦，他们颜色的代表就是他们就使用的是同样的子弹，好吧。这什么的，这个留着吧。这个负重是一个大满点的，这个是什么？没哎哎呦，这可以提升能力哦。你最好是用钱买能力值啊，你在怎样有钱好办事啊。 Lucky 有没有负重啊？ Weapon Skill
Lennon and Stranger Brand Thank you 什么东西搞不懂，这是跑路速度吧，这是血，好吧，体力应该就是负重值吧，先不要买好了，看有没有武器可以，我需要子弹，这是没有武器的话，这些武其实武器不需要用买的，武器用简单就可以。哎，有绿色的，绿色是什么？不知道。好吧，我们比较需要这个这种子弹，买一发。嗯，好吧，然后来提升一下我们的能力值。所以它不是提升武器的能力值，它是提升角色自己的本身的能力值。好吧，我们买这个。Increase the life of thing you can swing 什么歌？买哦，有了哦，马上变150，超爽的。好，那我们再买一些子弹，还是不要？好，买子弹好了，有子弹比较保险一点。买，哟西。然后再存档。哦，这游戏有点像，哦，走开走开啊，走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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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挡我的路。哦，王八蛋，去死吧。哦哦 ，FF。哦，贯穿嘞。哦，还是这把比较强。哎，这把没子弹。这把是小枪，这是沙漠之鹰，有沙漠之鹰不用，你用小枪浪费子弹。哦，又是你，好痛啊！打一下20滴血是哪一招？我们好像是，哦耶，买个补品好了。哦，有闪电真好，哈哈哈。补品在这里，这可以补100滴，这个咧，全部回复吧。我买小的就好了，买一个，两个，好，两个就够了。子弹马上就剩7发了，大哥也用太凶了吧？来，怎么换？哦，好吧，被我买完了。所以说这游戏的子弹不是可以买无限的，它是有库存量的。好吧，这是 Lighter， 不知道什么东西啊。好吧，我们需要闪子弹，用枪拖，用枪烤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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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什么时候啊？烤你，烤你，烤你。所以有钱不是无敌的哦，有钱的话还是没有闪电可以买武子弹的话还是没办法。哦，这样也中了，大哥。这是什么？哦，子弹加死，呵呵。僵尸还会掉特殊的物品呢、啊，哈哈，莫名其妙。这个，大哥，给我点子弹了、啊，给我一些子弹，大哥，我没子弹了、啊。有了，呵呵、啊。要换什么？对吧？是小枪。干嘛用小枪？有沙漠之鹰你不用，你用小枪。我们比较一下沙漠之鹰跟小枪的差别好了。小枪威力是12发，为什么它是红色的？不知道。然后沙漠之鹰是49 ，Repent 是5，这是熟练度吗？还是什么？是吗？42 49射程，这是射程吧？哦。这是可以贯穿的意思吗？是吧？哦，对，这是贯穿的意思吧？可以穿透。好吧，那我们当然是用沙漠之鹰啊，呵呵。嗨，你好，又是你。你的物线是直线射击啊。哦，爆头，爆头。彗星一击，呵呵。The Tunnel the Master 看不懂，看不懂。哦，剩下8条街啊！啊，我们要走完整条街啊！这街是有多长啊？现在时间是12:30，我们也是大约录大约1小时多哈、哦，戳你戳你，用手打你，呜呜，5滴5滴5滴是5毫米啊，
噔噔噔噔 ，Hello， 金汤号，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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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手把你的头打爆，超强的，这是进不去 ，Kill combo， 啊，这叫 combo， 是哪一招？怎么什么都没有？僵尸，又是你，先打你。优先打你，我死了，没戏啊，没戏啊，打带跑，被咬了，被咬了 ，FF， 行嘞，我觉得我可以把我的小枪卖掉，小枪根本用不到，沙漠之鹰，啪，一枪，超强，哈哈哈哈，安南。一枪爆你头，没有，戳你，戳你，戳你，安安，一枪，然后再戳你，神子弹打法，这里叫什么？子弹，那是子弹吗？那好像不是子弹啊，又是武器，是什么？这是什么武器啊？这是原本的散弹，这是哪里？我拿到什么武器啊？这是哪里？这是什么？什么的散弹吗？这是分等级的吗？比较好的那个 bolt， 这有分等级的，然后这是比较烂的，所以这是超级的沙漠之一吗？这是一般的沙漠之一吗？这是一般的手枪，一般的什么什么榴弹散弹枪之类的吧。然后这是劣质的劣质散弹枪，然后这就是优质的这把，所以它的能力值比较高一点，有没有？所以等一下这把我可以把它卖掉了，能力值很高。好吧，这边的物品还有分等级啊，怎么东东？哪里？戳。呵呵啊，刚刚砰戳好好玩啊，怎么那么好玩，一堆僵尸群，你会发现这有个 Zeto 砰，好像不是这一把，换一把，这把优质的，没子弹了，大哥戳，没子弹，有，还有，备用的，FF， 快死了，怎么那么多，大哥，太多了啦，会死，也太多了吧，你是怎样？我没有榴弹枪，我都忘了，行嘞钱，快死了。捡钱，死都要捡钱，死了都要捡钱的、红血啦，我需要闪电啊，大哥，有没有补品之类的啊？过关了，第七条街了，我杀了109只僵尸啊，这什么？有没有闪电啊，大哥？来一个闪电嘛，前面不是一堆闪电吗？怎么现在什么都没有？这是什么？这是 comparable， 是一般的枪吧？手雷，这是什么？回复血的。跑速啊！这不是回血的。走开！我快死了，你还咬我，莫名其妙。什么声音？怎么那么多僵尸？有闪电，有闪电。太好了，你救了我，大哥。好吧，我们先买补品。买一个这个。我应该直接使用哦。算了，再买两个补品，三个好了。反正我附中可以拿很多武器。好，我们来卖武器。队友，这把是优质的，这一般的手枪不需要。这是一般的
什么枪之类的。好吧，全部卖掉。又洗，这样就好了。三把枪就够了。不对，我一把枪就够了。一流的枪手只要一颗子弹就够了。吃屎吧，一颗子弹。一颗子弹是哪一招？叫蝙蝠。这是什么啦？看不懂。We'll be running to fun. You look for this thing. 看不懂。升级，没钱啊，没钱不能升级啊。诶，所以哦，我好贵啊，2060元，你想钱哦，大哥，景气不好也不用这样哦。莫名其妙。我卖好多东西哦。哦，我知道了，好吧，这个没有东西。好吧，我们买子弹，不需要子弹。我们需要蓝色子弹。啊，全买了啊，锦旗的摩擦全买了。那你赚到了。按错了，按错了。Safe, safe。先使用超级补包。然后使用我们的沙漠之鹰。恰。这多只的时候就使用我们的，诶，不是这把，这把。哦耶！哦，好多僵尸。这样打脚还没效率。他应该还是有分吧？这个有什么72、46。哦，它是绿色是它提升你现在这把武器的提升值，然后红色是它降低的。哦，我了解了，受不了。哦 ，Let's go。这是子弹 ，Yes。沙漠之鹰，翘，戳。这是哪里？可以往哪里 ？Fresh 什么东西看不懂？那是什么东西？散弹枪，这是炸弹之类的吗？还是什么？这个钱拿了 ，water 又是 water， 一堆 water， 砰，戳，戳一下就死了，超级僵尸啊！大哥，你流口水了，一只43块 ，run， 我知道要 run 啊，你还有你说，哪里？这是把什么？什么 tank of the 什么看不懂？红色字，沙漠之鹰，这是也是极品吧，跟我的一样。好吧，拿了再说。所以我拿了什么东西？我拿了什么的？什么红色的？这是什么的子弹 ？Cancel line animal of player inventory。这是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的吧？什么的东西吧？不知道。洗内哦。呵，这是2D世界，重感你。戳。哪里？又是闪电。好吧，我们卖一些东西。这是什么？我们来卖。这些都留着好了，反正我的负重没有很高。好吧，买东西有什么可以买的吗？子弹，目前需要买个子弹。好，都买了啦。武器有什么武器？废物一堆。这个没有东西，很好，卖东西，卖武器，卖我们的这把，其中一把就好。又洗，好，这个看不懂。要干嘛？不知道。我按错，我没存档。死。换我们的散弹枪，这把。shotgun， 洗内。钱。什么声音？僵尸暴走了。这什么？Ranger 什么烂枪，我拿起来再说。
哦，僵尸暴走，我需要我们的 Marta，我们的，等下等僵尸聚集一点，先看一下刚刚那把什么，是这把吗？哎，等一下，哦，这把比较高级啊，这把能力是42，隔射程比较近。42，比这把高多了。好吧，我们散弹枪可以换这把。准备哦，呀，哦，哦，这把威力比较强。呵呵，耶，咕咕咕，哦，这什么僵尸？白头发僵尸。哎，肉搏战，哦，肉搏战，肉搏战，跳，跳。哦，这也是一般的僵尸啊，只是他的模组不一样。糊弄我，想吓谁？好吧，我们把前面那把散弹卖掉，这把烂散弹，拜拜。Sale，游戏，好。然后再来买一些子弹好了，有没有子弹？没有，哦，死定了。我们来提升能力。二，这是健康，这是跑的速度，这是武器的技能，这个嘞，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哦，这是近身战的攻击吧。然后这个嘞，The turn down the fan, your pen to bring out your selling please，怎么看不懂？Lucky，这 luck，这是提升掉的东西的几率吧，应该吧。好吧，我们先提升比较实用的是什么呢？跑路速度、血量、血量会提升到哦400哦，提升到400吗？不是吧？武器技能，这是蓝波吧？好吧，我们提升什么嘞？哦，好人截止哦，提升什么嘞？嗯，哎，是不是变贵了啊？刚刚好像才2060耶，是不是变贵了？好了，不管了，我们选哪一个嘞？提升什么嘞？好了，提升攻击好了，还是提升血量？要当坦还是要当输出？还是能不能当补师啊？好了，提升血好了，血多多，万事方便。哦，200耶，哦，超爽的。save，都忘记要 save。所以这游戏不能及时存档了，您要找到闪电机。哎呦，又是你！哦，血变得好长哦，会不会到时候就跑到这边了、啊？超长的血，跳。跳28，呵呵，天亮了，戳，推你，把你推死，嘿，这是你在上面挖哥，Taker，我怎么一直拿到这个啊？这不知道什么东西，莫名其妙。嗯，安安，戳，打你，呜、哦。这是比较特殊的僵尸，戳你，戳，哎，这家伙血比较厚，哦，你还可以连发啊，大哥，哎，我血厚，biang，我火力好低啊，换这一把好了，呀，才是这把比较强，原始的散弹枪，哦，就是你，你不要帮他攒子弹。又死，不理你们，呵呵，拿，全部都拿走，take all，戳你，呵呵，啪，戳，这是 bubbles，哪里搞的？这把我有了，哎，这个子弹，这个不，所以我会拿到一把同样的。我包又可以去卖了，呵呵。戳，哦，主角被打到会眨眼睛呢，眨什么眼睛？莫名其妙。Endis，
还是不知道什么东西啊？这个，戳，我刚刚刚那是暴击的意思啊，那个黄色的，这游戏还有暴击啊，是什么东西啊？莫名其妙，这不知道能不能连，哎，这可以连线哦，如果连线起来应该很好玩吧？行呢。哦，下一条街，下一条街。过关，我们吃一个补品，50D，再吃一个，把它吃到满。又洗，好像有这六条街啊，杀了177只僵尸。然后现在时间是12:45啊。好吧，我觉得我等一下需要买个手榴弹之类的，这个。不然等一下遇到一群僵尸，我就惨了。那是天黑的意思吗？暴击。一脸苦力怕的感觉，一脸就是创世神的感觉啊！这个僵尸下巴掉了。这个有个特殊僵尸，一枪爆头，超爽的。闪，神子弹。不宜久战，下面有房间，超多僵尸。哪里？这些都没有武器啊，这什么？闪开，这不知道什么东西啊。原来这是这样子啊。燃烧弹，再丢一个。啊，这范围也太广了吧，这个，好吧，那我们使用，这才叫火焰弹，好不好？干那不知道什么东西哈，打带跑，这僵尸好特别啊，那什么，烧你，好性感的僵尸啊，这什么僵尸？混混僵尸，穿着西装皮。一滴这是怎样？那我一滴，一滴是哪一招？这是没有下巴的僵尸，这边的僵尸开始变样了哦，开始腐烂了，眼睛都发光，好恐怖啊！超级僵尸，跑，他会不会掉特殊的东西啊？没子弹 ，no。不会闪人 ，no， 我等一下需要提升我的跑路速度了，不然我将会死掉。我先有多少 ？OK， 等一下可以提升我的跑路速度。no， 走开，没有子弹，走开，闪电型跑法，S 型跑法，过关了，剩五条街，莫名其妙。go， 没有，超级僵尸啊，打一下就死了，怎么烂？我以为你很强呢，你打一下就死了，重伤不中用，纸老虎一个，果然，纸老虎，怎么都不能进去？这什么？都没有人画像，安安你好，彪，怎么？我没子弹了，大哥。不要再过来了，有房间，这什么啦？这是有屁用啊！给我莫名其妙，女僵尸，没有手的女僵尸，什么僵尸都有，怎么僵尸越来越多？哪一招？又是你，走开！子弹，走开！暴击，捡钱，跑，快死了，补血，惨了，你走开！走开！我需要闪电啊，大哥！走开！不要卡我！我需要闪电，大哥，走开！子弹，不是子弹啊，这是什么烂枪？你给我这些武器是有屁用？我要子弹啊，大哥！房间，躲房间！我刚刚看到后面有那个。这是这里，
就洗哦，save。好吧，我们要先卖东西好了。你把什么东西要卖掉？我有三把这个，莫名其妙。卖个两把。哦，很多钱，很多钱。这是什么？这是 Pierre de Kier，哦，这是加速自己的速度吧。然后这个，这把干嘛？感觉这可以卖掉，这个没有用嘛，那边占空间，莫名其妙。好吧，我们先买子弹，ammo，这边有两种，哦，这是，哦，这是38，要全买了，全买了，缺子弹，这些都买了。我需要能力，我需要那个提升一下自己的能力值。好吧，我们，这是火焰弹吧？哇，381160元，好贵啊！好吧，我们先提升能力值，我们需要提升我们的跑路速度。有，提升多少我也不知道，从哪边看呢、啊？先存档，有洗，哦，洗内哦，洗内哦，洗内，干掉你们！洗内，钱，哦，我需要买补品啊，大哥，我要去买补品，哦，暴击，买补品在这里，这是小补品，这是，哎，这个这是什么？Over here, a friend of 3B 儿子，什么我雷度什么东西看不懂，没有钱买，好吧，先买了一个用。再买小的补品，买多一点。哦，我剩85块，破产的，真难。行嘞，哦，超级僵尸，来呀，砰，超烂的你。哦，玩大把一点。感觉这把比较好。哦，又是你。哦，超爽超爽，洗钱洗钱，换小枪，哦，走开，烂僵尸，走开，啊哈先生，啊哈，没有下巴的家伙。啊，当然打不完啊，大哥！有东西可以买，没东西了。哎，这什么东西啊？看不懂。买了要看看。Animal，我需要买这个。能买则买。存档。也行。这什么东西？等下再用好了。哦。不不，都关进去了，跑，哦，跑好快哦，呵呵，有提升速度，果然有差。杀几只僵尸好了，反正我们58发，哦，十四，哪里？Intermission，什么意思？看不懂。哪里口嘞？哦，军人僵尸，烧你！你走开！you fire, you fire, fire, get out, get out！假冒说呢？我的钱消失了，大哥，都你害的啦！去死啦！烂僵尸一只，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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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戳戳戳戳戳戳戳！你死了没啊？这是什么？哎，绿色的，compound。威力才7而已啊！是哪一招？是什么东西？是哪一个年代的枪啊？这把啊，这是比较好的，
这个比较烂，这是一般的吧，一般的意思。这是什么枪？我先看看。没子弹啊！哎，这是榴弹枪吧，什么的？重点是没子弹。好吧，我们需要卖武器，等下把这把卖掉。也许，呀，也许，哎，笑脸，嘿，哎，什么 ？You look open by 什么歌 ？Sell by 你要买什么？哪里？他买了什么东西？他买了什么东西？不知道。好吧，把这卖掉，烂枪一把。嗯，卖一些东西好了，东西好多。Sale， 留两个。这是 water 卖。哪里口的？什么肉吗？这也卖掉好了。还有没有？没有。好，武器不能卖，这个不能卖。好，买东西。买，哦，这什么？嘣，什么东西？好啦，武器用剪刀就好了，不要浪费钱买这些东西。然后这边有，诶，这本是卖的比较便宜啊，这个。Pad bone。Fred， 这个没屁用，这个我知道。这是手雷吧？这是什么什么弹？150，150。感觉这个比较好，这个比较强。又行，买这个。哦，破产了，破产了。我应该买子弹的。哎呀，买，再买。绿色先不要买。红色，也许，好吧，等一下再提升能力。我们先用子弹再说。去死了！戳！哦，这血超厚的。你走开，你这个白痴！他掉绿色的血呢。你走开了。戳。哦，买个补品好了。这里，难，这个，使用，买，这个，买，游戏，所以这个干嘛的、啊？这个，哎，这个，这不知道干嘛 ？F， 哪里？哦，他们就暂时不会咬我，可是我开枪打他们，他们就咬我，废话哦。行嘞哦，戳，哪里？戳你，戳，为什么在这边写必有？干必有屁事啊！哦，超级僵尸，这个一定要打。你血也太厚了吧，大哥，不愧是军人僵尸。戳，敲，换枪。哦，行嘞，这把威力比较强，正牌的散弹。戳你。哎，暴击竟然没死。哦，要死了。补血，这是。肉色一堆，军人僵尸，34滴，39滴，好痒啊，49滴，钱，为了钱，女僵尸，为什么女僵尸的叫声也是一样？我需要换。打你口嘞，行嘞，啊，就这样而已，什么东西？
也太烂了吧，大哥！好，闪灯，闪灯，闪灯！哦，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送你们一颗。你竟然没有死！走开！你走开！我钱不见了，该死！还是这把穿透力比较强。钱钱钱！哦，钱钱钱！避难避难！绿色子弹，这是什么？这不知道什么东西。好吧，我们原来这是门西干的。好，没子弹了，呵呵。钱都没了啦，大哥。好吧，把他子弹用完好了。没了，戳戳。要死了，要死了。不玩了啦。要死了，要死了。玩过头了。那什么？什么手枪？烂枪一把。我需要三电，我需要三电。走开，走开。拜拜。No。有一间，什么都没有。闪人。No， 走开走开。军人僵尸。剩几条街啊？还有三条街啊！我杀了306只僵尸啊！现在时间是1:00啊，我已经录一个小时啦。好啦。这游戏很好玩啊，虽然它的画质不是说非常精致啊，不过它就是一个小小的小游戏这样子的。然后我拿到垃圾炸弹，这僵尸好像不一样，炸看看，亮亮，洗好后啊，哪一招？79块一只，这把是，负重了，no， 不行。负重了，好吧，丢一把，这把是优质的，丢这个，这只400块，不能丢，不能丢，这把是一般的小枪，负重10，好吧，丢这一把，哟西 ，go go go， 天好像要暗了，我们需要三电，走开，去死啦！有3电，卖东西，卖这把就有钱的，有钱，这是把什么东西啊？全部卖掉了，这占空间。卖什么呢？全部卖掉啊，都在那边占空间，莫名其妙。Sale，Yeah， 这种感觉有点像打怪练功啊，打怪会掉东西，然后就捡东西，然后拿去卖。好，买东西，有什么武器吗？最绿色的是那个机关枪哦，然后其他就不知道了。然后这个手榴弹，这什么 ？AT tank， 这威力好强哦。我现在5000块，我们来提升能力吧。我们先买子弹好了。子弹怎么那么少？大哥，100发是哪一招？100发一下就用完了，没屁用。好啦，加钱买了，总比都没子弹好。这个，这是我们需要补血。这什么 ？Firewall， Sun Noise Firewalls， 什么东西？看不懂。使用。
买，全买了。好，我们需要有没有自动回血的技能啊？我们需要自动回血啊。我们需要跑步有了，血也有了，武器技能，这是近战技能吧？然后这不知道什么东西啊？好吧，我们先武器的技能买，然后这个买，再买一个 lucky， 二存档，然后我们再买一个炸弹，最基本的就好了，买。又破产了，再卖东西好了，卖把这个卖掉了，这没屁用，这个莫名其妙。哦，有了有了，所以现在我提升了我的武器技能，所以有提升多少嘞？有吗？什么都没有，感觉被换点了。戳你！哦，死敌有增加了。增加了五滴血，呀，戳，死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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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滴是五毫厘啊。然后这边，哎，哪里？什么的武器？哎，这什么？哦，这把好优，找到一把超优的武器，这把是。这把 Yaletan 搞不懂装备，结果还是小枪啊。好吧，我们把沙漠之鹰卖掉，沙漠之鹰把卖了，这是 Bretta 嘛，是吧？不管了，反正这应该是超级极品吧，超级优级的。好吧，这把卖掉，耶、yeah ！哎，等一下，我们多一把卖掉，哟西，好，一个 soul， 存档存档，天黑了天黑了，然后再买一个手那个手榴弹之类的，就是力买，哟西破产，呵呵，哦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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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走开走开。不想理你们，哦，跑超快的，闪，滚蛋！哦，你走开！哦，五十一发哎，哦，五十一滴血，果然有变强，有提升有啥？哦，我就是不懂为什么用钱可以提升自己的技能，可以提升自己的能力值啊，莫名其妙。你可以进去啊，哎，可以。这是火焰弹 ，yes。开，开，开！你现后啊，大哥！哦，僵尸爆！哦，流口水的僵尸还会吐痰啊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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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好，来来来来，聚集一点！准备丢了，丢！再丢一颗，再丢一颗！哦哦哦！僵尸满天飞，捡钱钱钱钱啊啊！死掉了，啊、哈哈为了捡钱啊，莫名其妙死掉了啦。好啦，还好有存档，是什么？嗯？是什么？哎、欸？哦，这是我的记录。好吧，我们再买一个。买，好，再重置的。所以刚刚那最后一个应该是我最后的记录吧？啊，不管了，你走再说，这边太危险了。行内，行内哦。哎，这边不能进去哦，所以这边都是随机的。哎，所以我的小箱哦还在，哦还在还在，还好。冲冲冲冲冲，进去。好吧，这些东西都是固定的、哦，所以等一下我还是会遇到一堆僵尸的。走开，你走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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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呢、欸。
快没子弹了，大哥。来了，吵死了。有门？是什么？什么水？哦，补品，补品，是吗？补品。哎，痛痛痛痛痛，怎么那么痛？这是，哎，同样的，同样的武器。Great Smarter， 哦，僵尸暴走，僵尸暴走，躲开啦，痛。滚滚滚滚开！没有空理你。哎，刚刚那些僵尸不见了，所以那都是事件吧？随机的事件。哦，剩两条街了。哦，怎么还是晚上呢？天快亮好不好？我快hold不住了。杀你！断手僵尸。军人僵尸，一堆军人僵尸。不想理你们，走开。进去，这是什么？马仔，闪，戳，有戏。哦，一堆僵尸，各种僵尸都有，然后这是创世神僵尸，有没有？根本就是创世神的样子嘛。僵尸暴走，僵尸暴走，去死吧！没丢到，闪灯，补血，捡钱，好闪，哎 ，safe 了，好吧，再丢一颗。哦耶！雨纷飞，大哥你偷咬我，不行，闪人，不理你们，不过关，剩一条街了，终于，哪尼？冲啊！哈哈，我消商店，我看到商店了。为什么？哪一招？大哥，你是哪一招？想吓谁？你要吓谁？哎，怎么你的形状怎么那么特别啊？你们可以穿盔甲。好吧，我们先把多的武器卖掉。好像有拿到多的武器。这把。拿到多的，然后这把烂枪卖掉，然后这边都卖掉好了，占空间。哟西，买子弹。可以买好了。再买个炸弹，这什么？800块，不要好了，要买了就破产了。这什么了？存档，提升能力，这什么800块？这么便宜哦。这有误差的。好吧，先提升再说，这不知道什么东西。啊！破产了，彻底破产了。太多了吧，大哥！走开，大哥，走开！你最好这样咬我啦！干！
准备喽。没僵尸。好吧，没僵尸就好了。呵呵。哦，还有就是这种僵尸而已，这种速度快然后血很薄的僵尸，这是沙漠之鹰。而且我变重了，没有，好吧。我们需要补品。哦，那是什么东西？钱。哦，这个走超慢的，都是不理他们。呵呵，还是意思一下打一下好了。呵呵呵，戳。哦，又是你们。钱。哦，这不知道什么东西啊。这是红色的 double。哦，三枪吗 ？Double burst， 哦，威力好强的感觉。要不然是机关枪，一般的。我拿到是，哦，威力好强啊，这把装备。哦，闪人，僵尸群来了！哎，闪电！嗯，卖东西。哎，这把威力是50600，然后这把谁要玩哪一把？这把还是要这一把？威力是这把比较强，射程比较短。好吧，这把卖掉。欸，怎么多一把？多一把烂沙漠之鹰啊，卖掉。这也多一把，卖掉一把。よし。先存档。这把干嘛？欸，店员是女的，呵呵，有没有卖身啊？卖枪不卖身，呵呵呵。然后现在时间是1:20，好了，我再应该快破台了吧，再玩一下。这不要买，这什么？我感觉我这需要炸弹，先买子弹再说。这是100发，20发，买了，都买了。死发也买了，有总比没有好。这不理他。炸弹。这什么东西？好了，你们提升能力。哦，便宜哦，1500，呵呵。好吧，我们提升什么了？要技能。这是肉搏，这不知道什么东西。这是负重值，这是最大的血量，这是跑的速度。我们先买补包好了，我好像没有补包了，差点忘记有补包。这是预防僵尸咬你的，然后这个是不知道什么，这个嘞。快挂了，先买药。哦，这些都变得好便宜哦。好友卡可以抢，不能提升能力了。好吧，先这样子。然后存档。よし。哇，这把子弹好多。
不灵，烂僵尸。我这边都封死了，哪一招？不要吓我，大哥。你这些僵尸都变好烂，呵呵。哦，后面一堆呕吐僵尸啊，这把是烂枪一把，这把是还是烂枪一把，都是烂枪。这什么？烂枪一把，对嘞，拿起来就对了。什么声音？我怎么听到奇怪的声音？这是子弹。这是什么？打完了。这只僵尸好特别哦。暴击耶！走开。这是暴君吗？还是什么？我洗好后，去死吧你！你死得没啦？一眼痛哎！死了死了！多少钱？450。捡钱捡钱捡钱！没了。补品，补品，很好。不理你，好理你啊。我们的小枪，砰！烂枪是一只，戳你，戳你，戳你！这什么僵尸？怎么那么丑？大哥你要不要洗个澡啊，大哥？一只91块，好多。OK。这个创世神僵尸，这是恶心僵尸，你的头都扭拢了，斩龙僵尸。Alive，Oh，Accept，Oh，Yeah， 也过关。Accept，Your head made it do suffer 什么 ？Under careful of thine, they leave the city of the man, never to return again， 永远不回来。华盛顿 DC 华盛顿，哪里？什么东西啊？在拍电影We apologize for the danger to 什么 ？Congratulations, you really 什么 ？Seventeen twenty， 我花了1小时17分47秒过关，僵尸杀了434只啊！过关了耶，好吧，这游这是上个僵尸的小游戏啊，叫做 Death Precious， 好啦，算蛮好玩的游戏啦，这能不能读取记录啊？可以吗？这可以读取记录吗？读取他的能力值，这样会越变越强。有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好，离开游戏。可以吗？这个可以重取他的记录吗？不能读取记录之类的。好吧，那我最后就只能这样子咯。然后这个呢是什么？这还有另一个剧情吗？难呀，怎么看不懂啊？难？这是佣兵模式吗？这还有能力值。The Keyman， 史密斯，我直接动能力值哎。当然是选这个啊，这个看起来能力值很强。这个好像更强啊。好吧，选这一只。这是类似佣兵模式之类的吧。散弹枪一把。
为什么？火龙果，所以我只要过五条街就可以了，这么好。又洗够，我再洗就好多，够够够，怎么僵尸都没有啊？啊，你们要去哪里？安安，哦，让他炖了一下，洗呢。哦，这只好强哦，这只近战攻击超强的，这应该是另外一个剧情吧？哦，哪里？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use the no？ 这是什么东西啊？不知道。这是什么？哦，哪里？哦，可以买东西哦，这么好。那买不起啊，大哥。这什么？99999，哪一招 ？Ammo， 哎呦，紫色的坦克，紫色是什么武器啊？这有紫色武器吗？哦 ，Freezer 是什么什么流浪枪还是什么的吗？不管了 ，Make。哦，这可以一直用一直用吗？好吧，这是什么？耶、yeah? ，拿。哦，这是存档的。好吧，所以这是类似。佣兵模式吗？还是什么的？不知道。好啦，这游戏我先玩到这边好了。再玩下去好像都不知道可以玩什么东西了。然后是不知道什么，这也是另一个剧情吗？哦 ，Last Stage， 哪里？这是生存模式吗？哦。哪里？是生存模式吧？对吧？这是生存模式哦，僵尸群来了。能力怎么低啊你？没有别的武器哦，有散弹枪，有散弹枪你不用，你用手枪打僵尸，莫名其妙。想也知道用散弹枪打比较痛啊。这边闹，走开。哎，烂欸，就是，所以他这是生存模式吧，还是什么的？不知道，我们走到底看看。FK 咖啡，哈哈哈。Sufferter， 下一关？没有，所以这是生存模式吧？好吧。所以他有剧情模式、佣兵模式跟生存模式这样吧？好吧，那这边的话，这还有第二代吗？哦，第二代画质看起来比较好啊，好啦，这游戏算不错玩啦、啊，蛮好玩的，然后也蛮恶搞的，好啦，那我今天就先在这边收台啦，现在时间是1:25，啊，这游戏不错哦，大家可以去找来玩看哦，好啦，我今天就先在这边先收台啦，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可以按左下角的订阅跟喜欢，呵呵。